它是一只你不容易跟它比快的猫咪。阿混他是一只非常健康的孩子，他刚自己把饲料不小心踢倒，碗内的他吃完了，碗外的就放在那边，因为干掉了不吃。你不太有个性了，小朋友，你把我的椅子给朝天来者搬到的，你要先运动还是要先吃饭？要跟阿虎比哈哟哈，好不好？我都还没打开呢，就只要跳上来。哎呦，你看他跳上来的很自然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是嗨棒，是嗨棒，嗨不嗨？他没兴趣耶，嗨吗？嗨吗？哎，可爱可爱一下，无感。我们的阿混无感，他们都比较喜欢木天鸟，是不是？没塞啦，你已经喷过了，别人不能玩了啦。给你的，嗨起来，嗨起来，哎、欸，玩一下，玩一下，让你烧个牙。来，沾味道，沾味道。他对人可能比较有兴趣。啊，好好好，你这个翘屁股。嗯，他比较喜欢蹭我。洗一下脸哦。哦，果然是淡定猫。淡定猫是不会因为外界的一些东西而被迷惑的。哎，不照导播的要求哎、欸、你啊。等他进去孝亲房的时候，我们再来测试。哎呦，好危险哦！我比较怕踩到他。不要乱摇，好，去吃饭了，来吃饭，来吃饭。先给他正常保养，那里氨酸是保护他的呼吸道，继续调养，直到医生说他好了就不吃了，控制在去新家那边比较能够适应的状态。好，来来来，老混只有对吃有兴趣的，怎么木天聊那干嘛的，对不对？还是肚子饿，吃饱之后才有精神玩。以初学者养猫来讲，养阿混会满满的成就感，因为它完全不用让你烦恼任何事情，超级亲人，甚至不怕陌生人。它发现哦，你想开门的时候，它就会想办法逼你更前面。它只是怕你把它给留在里面，你不在，你两个跑车底，我还是会怕的。它是一只你不容易跟它比快的猫咪，你很难跟它比快，你很难跟它比快。我脚好痛，我先看我的镜头有没有碎掉。那我必须要亲一下，我现在不能动了，骨头不知道有没有事情。我会不会成为第一个为了救机器而骨折的直播主？弄起力啦，比快比什么快？我现在脚还很痛，你不要过来，我骨头可能受伤了，你知道吗？来来来来，耶、yeah, ，爱上爱上，嘿、hey, ，这样就爱，这样就爱了，来，强迫你爱。因为他平常尾端那一个毛茸茸的，我很怕他被他咬破，这个就刚好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就靠这一根度过你的中途日子了。好，混加油，跑起来，像你的猫生一样的精彩，好像你的新生活。那个蛋蛋要割了哈，礼拜五的话问医生，要不要先打预防针还是要先割？看我们的阿混赢家，耶！太厉害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！这是火山派的哦。阿混，加油！要平安出去是有困难的事情。嘿，对，嘿，对，从此很好，就是这个兽，就是这个木木，耶、yeah, ，我赢了，来不及反应，对不对 ？I win, I win。